我就已经看过太多太多的人的事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仁慈、虚怀、落骨，我看到了他带领着长昌的家庭，就是在座的各位你们，一起在过去的12到13年来吧，我没有记错这个时间哈，一起走到今天。我这几年每年都有参加你们的春酒的晚宴，那么看着你们的人越来越多，从第一代、第二代到现在还有第三代，我看没多久就会有第四代。看到你们人丁兴旺，看到你们事业昌荣，看到你们每一个人在茶的世界里面笑颜逐开，我作为一个单纯的茶人深感荣幸。我刚刚尤其看到一开始的所谓的这个百步长昌的纪念的影片，从去年一整年，甚至有一些画面因为我没有参加以后